春食堂主持陈永泰、蔡浩良。在个休息时间咧，翻嚟我又要多谢阿 Cat 啦，佢又送咗啲。知唔知呢個係咩啊？你俾你介紹下呢個係咩？呢個係一個紋身貼紙嚟嘅，都係特登為呢個花仙子 set 特登做嘅。咁可以咧就即場咧拉咗我哋 Facebook 同 Instagram， 我哋就會送俾你噶啦。你可以黐喺個手嗰度啦，裡面咧有手鏈啦，有戒指啦，可以整喺鎖骨度啦，或者係頸後面啦。咁啊，可以做一個好靚嘅仙子啦。嗱，送俾你。即係由你張貼紙都知道，你都係。只是愛你的女顧客，男顧客都沒有man的感覺，男顧客就愛來送給女顧客咯，他你的女顧客開心，男顧客就很開心咯，是不是很簡單的，其實所有東西，如果你身邊的女士不開心，我不相信你會很開心咯，很簡單的，來到這裡，哇，我為他準備一個這麼漂亮的set，他已經很開心了，exactly，不如介紹一下set裡面，我吃了牛角包了，剛才牛角包我吃過就是不是很鬆，嗯，基本上我鬆味，法國運過嚟，香港焗翻熟焗，香港整翻整熟佢嘅。最重要佢係用法國麵粉，同埋水，個水係影響好大嘅。哦，咁樣，你又想學我食屎？有要求喎。Transform 嘅意思係叫你唔好就咁擺落去，你要可以夾埋塊芝士食噶嘛。啊，你又講得好有道理。有新嘅食法啦，咁啊，不如阿 Kit 介紹。好啦，咁我哋呢度有一個咧花仙子嘅寶盒啦，呢個海鮮寶盒裡面咧包唔住乜嘢咧？我哋有緬因州用急速冷凍技術做嘅龍蝦沙律啦，有呢個北海道嘅帶子啦，同埋呢個紐西蘭嘅青口沙律嘅。嗯，哇，係咪聽落都好？我哋淨係用靚嘢嘅啫。係咯。係啊，咁啊，呢個就係我哋嘅鹹點嘅呢一個海鮮盤啦。咁另外仲有一個好靚呢一杯係咩嚟嘅咧？呢個係黑松露牛肝菌湯嚟嘅。咁啊，好香黑松露味嘅其實。咁得閒都要試一試先啊！好忙咁都，好忙咁去試一試啊！大家嚇。啊，阿 Cat 都係個好浪漫嘅人。係啊，好中意浪漫，全部都有裝飾嘅蝴蝶啊、公仔啊、仙女啊，好得啲嘢，全部都係你搜集翻嚟嘅啲餐具。係啊係啊，所有嘢都係我自己諗嘅。嗯，係啦，啊到甜品盤咧，咁啊女士啊最開心啊，但係其實我哋呢個 set 其實鹹點咪多過甜品嘅喎，係咪？咁然之後到做甜品點咧，你會見到有一個好靚，呢個係用番糖做嘅花仙子嘅呢一個拉糖，見唔見到啊？嗯，係咪好靚啊？而它下面是法國來的這個紅莓蛋白塔，上面這個不是 cream 來的，是蛋白來的，另外還有花仙子的曲奇，有這個紫薯曲奇，還有這四粒都是這個 mini cupcake， 就是用全天然的，所有都沒有食用色素的，是天然用藍莓、紅莓來製成的 cream。 是不是原創的呢還是怎樣呢？這個是有間公司幫我們做的，有間公司幫我們做，是的，但是它是即意思只是供應你們，都不是只是供應我們的，他本身就是做 cupcake 的這間公司，那是一個朋友開的，所以我們就互相支持，我就用了這個 cupcake 在我的 tea set 那裡，而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就是這個，漂亮不漂亮？這個是 cream brulee 來的，不是紙來的吧？那些上面這塊是糖來的，有裝一會兒你吃的時候我就會幫你燒它，就變成焦糖的 cream brulee， 焦糖燉蛋，咁咧就會有，因為咧每一樣靚嘅嘢咧必須要有啲 function 嘅，除咗佢靚之外咧，一陣間都會有焦糖嘅味道，同埋脆脆地啦。佢食個焦糖燉蛋嘅時候，亦都可以將個味道帶出嚟更好啦。裡面嘅焦糖燉蛋都係法國嚟嘅。咁咪將個仙女係啦，咁啊化咗落去你嘅身裏面，就變成化成你嘅一部分喎，大佬。飛升啊，係嘛？有啲破地獄 feel。好咁靚，唔好意思啊！你今日招呼咗兩個馬佬嚟。唔係啊，破地獄咧，你知唔知啊？我 Halloween 有一個勁啊，嗰個燒符噶。嗯，呢個有，佢有 Halloween 嘅。我哋 Halloween 我玩好盡噶，食棺材啊、燒符啊嗰啲咁樣，求籤啊啲咁樣。咁嚟緊復活節你點啊？食蛋。我哋過咗復活節之後先會再出一個新 T 恤。嗯，係啊。哦。咁基本上我哋個下午茶咧就個名嚟嘅啫。其實你晏晝嚟食咪午餐咯，夜晚食就晚餐，晏晝咪下午茶咯。不過重點咧就係以一個好靚嘅表達方式咧，去令到大家有一種好舒適開心嘅感覺。係同朋友傾下偈啊嘛，係咪？嗱，講嚟同朋友傾下偈咧，咁嚟呢度嘅顧客咩人多咧？女士居多啦，咁就我諗90
5% 都是女士啦，咁就話我諗年齡層由20至45至50歲咁樣啦。咁主要其實大家都係嚟食下午茶，因為點解我會揀下午茶呢？其實好少餐廳會淨係做下，我哋淨係做下午茶嘅啫。咁啊，其他小食有啲麵包啊、成啊咁樣啦，但係我哋係冇粥粉麵飯啊咁樣。咁啊，點解揀下午茶呢？下午茶咧係有一個特定意義嘅。多數都是女士去下午茶，係咪？好少話兩位人兄妹，喂，我哋今天去 high tea 啦，咁即係有啲特別嘅想法嚟嘅。咁會唔會有真係兩個男人入嚟？有嘅係，係啊。有攞副 pair 喺度操 pair 啊？梗係唔係啦，兩個男人都可以好浪漫噶嘛，係咪先？唔係 high tea 都係個已經 transform 出嚟嘅名嚟噶嘛，應該譬如即係應該叫 low tea 女士去享受係 afternoon tea 即係嗰啲比較即係譬如英式。果挺知道，即係啲料都係上網睇嘅啫。咁其實Cat 咧都有嘅，佢如果佢嗰啲afternoon tea 咪做三層嘅，咁啊鹹，跟住就呢個中間，跟住頂係最甜。但佢唔係影個塔出嚟喎。咁但係呢度佢咁坐得咁舒服，你起個塔咪睇唔到對面你個 friend 啊、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咁所以佢將佢演化咗 ，transform 咗啲嘢出嚟。因為其實當所有人都覺得嗰個 format 即係 afternoon tea 就係三層架嘅時候，我就唔會做嗰樣嘢。因為我個思維就比較中意突破啲嘅，我中意創造呢個世界唔存在嘅嘢，而嗰樣嘢係可以令到你有哇嘅感覺嘅。所以喺我設計每個 tea set 裡面咧，我叫做 wow factor，即係你會哇最少三次。你唔哇三次嘅咧，我唔會 launch 嘅。咁即係話你哇三次啫，我要哇，我正常嚟講我要設五個哇點啦。因為冇五個哇點嘅話咧，你可能突然間有一兩個唔哇噶嘛，係咪先？咁最少都要哇三次啊。咁你咧，如果哇到三次咧，就代表住我呢個 T-set 喺我呢一個心理設置上面就成功啦。咁你呢個 T-set 嗰個 show 出嚟或者去 serve 地嘅時候，都係按你嗰個三個哇噶。嗱，第一個就一定係嗰、那個落雨茶啦。咁佢哋。咁女仔男仔見到都覺得好神奇啊，又好浪漫啊！咁佢哋飲之前已經係聞緊嗰個香薰噶啦，所以佢照計咧，因為你嘅設計之下，佢應該嗰個心靈會舒服咗啦。原本帶入嚟個愁緒或者壓力咧，都應該擺咗門口，因為佢除咗鞋啦嘛。除了鞋咧，就叫做將啲塵世嘢擺咗喺門外啦。咁跟住咧，赤腳坐之後咧，就先聞咗嗰個香薰。咁跟住咧就去第一個蛙就係嗰個落雨茶啦。咁照佢個心情應該好咗40%噶啦。咁跟住咧就去 show A、B、C 幾樣嘅食物啊之類，跟住又再去即係你係逐樣逐樣去 serve 佢哋鋪排俾佢睇咁樣。因為其實你會有唔同嘅蛙點嘅，其實呢一個咧頭先我見到你頭先見到嘅時候，你都有蛙嘅其實。雖然你冇講出嚟哇咁樣，但係其實哇使唔使做到咁靚啊？係咪啊？個腦係咪咁樣諗啊？好精緻。我聽到你嘅材料個心即刻蛙。就蛙啦，係啦。但係有啲人可能係因為個佢嗰個表現嘅方法 presentation 而蛙，有啲人係因為個材料你哇你咁抌本而蛙，因為嗰日食落去又比我想象中好食而蛙，有好多因素佢都可以蛙嘅，而靚係好重要嘅，喺因為我教心理學嘅層面裡面咧，所有嘢咧都係好容易由視覺帶領嘅，因為你先睇。然後感覺係咪？係啊，男性都係㗎，睇下個樣靚唔靚啊，身材好唔好啊，身材好唔好啊，高定矮啊，揸咩車啊，揸咩手袋啊，超靚喎！啲餅咁都有曬花仙子喺度喎，個點都係做到。係啊，咁你點樣即係嗰個靚嗰度？除咗嗱，見你全部有曬公仔啊，唔同嘅餐具嘅配合啊，去 show 出嚟啊之類咁樣。咁但係你個 set。個設計係得一款嘅啫，但係你有男客同埋女客噶嘛？咁呢個其實就係我哋同時間會有供應三種唔同嘅下午茶，唔同主題嘅。譬如我而家你食緊嘅花仙子啦，我哋仲有最受歡迎嘅旋轉木馬啦，同埋呢一個獨角獸嘅。我哋一陣都會試旋轉木馬。係啊，一陣你會試下旋轉木馬嘅。但係啲餅咧，好簡單就係話，裏邊會唔會有一啲即係花嘅精華味啊？唔係好似頭先有咩茶，你落嗰啲玫瑰。呢個係 vanilla cookie。vanilla 只係 vanilla 係啦，就唔係樣樣都要加落花嘅，即係花咧其實係將個意思去帶咗佢出嚟嘅啫。咁但係可以係花嘅 pattern 啦，就譬如你見到玫瑰花嘅 cupcake 啦，有玫瑰花樣嘅呢個紫薯曲奇啦咁。總之我哋呢個石盒玫瑰茶咧，我又會覺得有
石蛤俾我感覺就係話，因為係咪要即係老火湯嘅時候聽佢石蛤？係啦，石蛤係中藥嚟嘅。咁其實我好中意呢個創辦人，因為我哋同佢合作叫花言草樹，係一個石蛤花茶嘅品牌嚟嘅。咁、我遇到呢個老闆嘅時候咧，我覺得佢同我一樣都係咁癲嘅，所以咧我哋好啱傾。佢係用咗好多錢去做成個 project， 而呢個 project 咧點解用石蛤咧？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家姐咧係有呢個濕疹。咁啊，爸爸咧就去揾辦法咧，去揾下到底邊度有解決方案咧。然之後發現石蛤就醫好咗佢家姐。咁啊，佢爸爸就直頭買咗笪地嚟種石蛤，因為原來唔同緯度種嘅石蛤咧有唔同嘅療效嘅。跟住咧，阿仔仔咧就喺美國讀完呢個攝影翻嚟咧，就見到爸爸咁樣，不如將呢一樣嘢即係多啲人認識咧。因為咧石蛤咧你煲湯啊，正常人係唔會做嘅，大佬，好係咪先？咁但係點樣可以令到人人都有呢？人人都用到咧，享受到咧，就將佢變成好靚，佢就變成一個咁靚嘅花茶。女士日日都飲一個，亦都可以幫助抗衰老啦，可以幫助我哋消化系統啦、循環啦、皮膚都好嘅話，咁咪日日都可以做到咯。佢用一個好靚嘅表象去表現出嚟，而我好中意佢呢個意念，因為佢其實係想為大家好啲嘅身體嚇、因為中藥嘅石蛤咧係對醫治好多唔同身體嘅問題好有效用，所以我哋就一拍即合，我哋就用咗佢呢個花茶喺我哋呢個花仙子嘅 T 恤入邊咯。這個即係花茶或者即係全世界 都有啦，台灣嗰、那個譬如引入香港啱上咗市嗰、那個咩唔知天乜乜乜乜天人茗茶啊，天人茗茶其實都係嗰個概念啫嘛。咁你話佢成功在於咩咧？唔係佢成功，而係佢設計到嗰樣嘢係現有現今世界啲人或者香港啲人想追求健康嗰樣嘢啫嘛。有錢冇健康冇用㗎，咁所以變咗佢哋寧願花多啲錢咧買啲高質嘅食物，好過食一啲佢唔知道邊度嚟嘅食物咁樣。咁所以譬如阿 Cat 嗰個安排嘅，佢當然呢度係佢呢個範圍入邊嘅設計，但係你推演出去其他嗰啲花茶嗰啲可能未必有，但係個概念都係希望即係、就是、想改善到即係佢嗰個譬如健康啊、心理啊。又或者即係幫到人啊咁之類咁樣，係㗎，因為我呢一個設計咧，我就俾咗個名佢叫餐飲治療概念啦。咁係我自己諗嘅啫，叫 dining therapy 啦。咁呢個咩叫餐飲治療？即係透過一個餐飲嘅過程去治療我哋嘅身心靈。咁又個過程就係無論你入邊，你行入嚟門口嘅時候，心情有幾差，我都包你識得笑嘅客趣。而第二點，我嘅 target 就係 50% 嘅客人咧，喺佢呢一生都一定會記得我呢個下午茶。好大膽嘅假設係咪？醫世喎、這個都好難做到㗎。唔係有啲就好易嘅。即係譬如佢個難忘係食完之後，可能屙九次啊，去急症室啊，又或者喺入邊嗰度俾人俾咗幾次打鑊啊咁樣，咁佢咧醫世都記得，但係留下美好印象咧。醫世嘅話咧，呢個咧就好大膽嘅假設。係呢個好大膽嘅假設，因為我就咁問你，我想問你上你喺你印象裡面食過一餐，你最有印象嘅一餐飯係咩嚟嘅？哦，一定係亞視汁粒最尾嗰個豪門、我從來都未講過嘅。嗱，呢餐我真係要講俾你聽，就係話，話説我喺初戀嘅時候，我喺呢、這個去完呢、這個即係中秋節啦，咁去完夜晚上完，朝頭早落嚟喺個山頂行翻落嚟嘅時候。嗰陣時我喺加頓，即係深水埗上面嘅山。落嚟時嗰陣時仲有間加頓餐廳。入到諗住食飯，發覺原來我真係唔夠錢。咪喐打劫咁啊！唔夠錢，結果我哋就叫咗個不如食沙律啦咁樣。兩個人食咗一個海殺沙律。即係中秋時食絲沙沙律。最平嘅海殺沙律，到而家我記得就俾自己警惕嘅就係話。同人去食嘢，睇睇自己銀包，先至好入去。係，即如嚟呢一度，我唔會袋住50蚊諗住食個下午茶噶嘛。不如去大家樂啦。同埋阿泰哥係冇信用卡嘅，你講到即係佢係呢個反間諜追蹤，所以冇人咧知道究竟佢，因為嗰啲電子貨幣可以知道你去邊啦。阿泰哥就唔想俾人知啊，完全冇啊，冇，所以完全冇，佢淨係使 cash 咁樣嘅。所以一定要睇睇自己荷包，年青人喺鏡頭前面嗰、那個。唔好扮有型啊！唔好下下帶咗人哋去餐廳食嘢之後，發覺人包唔夠錢，餐牌呢、這個係你一世都會記得嘅。好似而家我就記得啦。係啊，所以阿 Cat 問話，即係你食一餐最難忘嘅話咧，就應該百分之我估啊，80%+咧都係同個食物嗰個質素，同埋可能當時係一個特別嘅紀念日，又或者係同邊個食。
又或者是一個你醫生人都未去過的地方又很漂亮之類，應該不外乎這幾樣，那你是不是將這幾樣元素放進去呢？是的，因為心理因素我比較熟悉的關係，在不同的佈置，即是由你入你的店鋪門口之前，你已經看到門口很漂亮、我就有個天使可以被人拍照，現在門口有個獨角獸，那個環境已經給你有一種很吸引的地方了。到你入到來的時候，由你開始吃東西之前，我們跟你介紹玩 Magic Card、喝茶、落雨、吃東西，整個過程都是很療愈的、而這個療愈呢是一個 set up 來的，因為重點就是我這裡不准孤獨吃的。什麼叫不准孤獨吃呢？ Afternoon Tea 呢，這些這樣的 set up 是最少兩個人起的、是的。為什麼呢？為什麼呢？我有沒有歧視一個人呢？不是。如果你很想吃，你一定找到一個朋友來陪你、無論多好的經歷沒人跟你分享都會差很遠、但不是、有些人吃飯喜歡真的一個來跟著擺張椅子在那裡、都當然。那你問他說、為什麼你叫一個 set 但是你自己一個吃？唔係，我老婆喺度㗎。哇，咁樣。佢覺得 OK， 咁就得咯，係咪先？嗱，我都有經歷過有客人一個人食兩個人嘢食嘅，但係基本上我嘅設置咧就係點解咧？你會揾個朋友嚟食。咁你容許佢只要佢俾兩份錢佢。可以可以，我點可以唔俾咧？係咪先？咁但係跟住佢一個就真係喺度。真係食曬兩個人。其實佢唔係神職人嚟嘅，出嘢㗎。其實佢真係好食得嘅。一個男人啊。或者佢同佢老婆曾經嚟過呢度。咁就可能譬如可能又分開咗啦，咁跟住咧佢又放唔低段感情，咁所以嚟呢度叫翻阿 Cat 嘅呢個餐，不過自己一個食，跟住緬懷下過去。咁當然呢個時候咧，即係有治療功效啊 ，Cat 咧就走埋，可能睇下有咩幫下佢啊，或者不如你抽張卡啦，咁樣睇下有冇得解決咁樣，或者你出邊有一個新嘅希望會到㗎啦，咁樣之類咁。咁應該呢個都係服務嘅態度嚟噶嘛？呢、這個會會最主要咧，其實大部分人入到嚟咧都係正向思維嘅、因為我哋係以正向思維嘅一個設計嚟嘅。咁我嗱，如果你問我最深刻咧，有人客嚟咧就係、有一個咧就係佢嚟到嘅時候個面口黑到不得了嘅，係係啦，咁啊黑過關公嘅一個女士嚟嘅，咁啊咁我見到個 T 恤嘅時候都開懷一下，因為實在太靚啦。咁啊就係食旋轉木馬嗰個食，咁啊跟住然之後咧就開始慢慢就喺度講下講下嘢，之後咧就發現咧原來係工作咧非常唔開心，就好想辭工又唔敢辭工，跟住啱啱先俾老細省完嚟咁樣。咁佢食完呢個 T 恤，寫完願望卡，即係抽完 Magic 卡之後咧，佢第日翻去辭工咯。跟住再真係辭咗工喎。但係個願望卡寫係咪話即係老細快啲跳樓死啊咁嗰啲就？嗱呢啲咧，我哋正向思維嘅嘢咧就唔會詛咒人嘅，係咪先？係睇下咧，我哋係唔可以影響人哋嘅生活嘅，我哋只可以控制自己嘅決定嘅啫，係咪先？咁佢當時就係、有時人生咧好多時候已經有決定，不過你唔肯去離開你嘅舒適點。但是有少少推一推你咧，喂，係時候我要離開呢個狀態，佢就真係翻去辭咗工。然之後下一次再嚟嘅時候，個樣直頭唔同咗樣嘅，開心咗好多。然後我哋做咗朋友。咦，聽你講完阿泰哥好似個樣有少少唔同咗喎。即係食完之後，可能佢聽日星期三就未收信啦咁啊啲。阿大，我諗清楚啦。阿大，我諗清楚。嗱，嗰封信咧就係建議你點樣升佢職同埋加人工嘅。呢一塊係我最後一份工啊。另外仲有一個好深刻嘅印象咧，就係一個坐輪椅嘅病人。佢就係要坐呢個位。坐輪椅。係啦，咁佢就佢要離開個輪椅，就請佢入嚟嘅，一兩個女仔嚟嘅。咁咧，佢係應該一個血癌病人嚟，佢隻腳咧係冇力嘅，完全瘦到淨係得骨嘅咋。咁我哋其實好緊張，因為其實我因為我點樣可以令到佢最好咧？咁樣咁我話會唔會坐台啊嗰啲咁啊？唔要，佢要坐地下。咁啊，同佢慢慢再傾下偈咧，就發現原來佢係之前嚟我哋度食嘢，係未病嘅時候，即係健康嘅女仔嘅時候。咁佢嘅另外佢嘅伴侶咧就都好想令佢開心，所以佢就帶咗佢嚟食。鹹茶，其實當時我相信，我估佢而家已經有冇啲酸咧，已經唔喺度噶啦。我估應該唔幾耐噶啦，我估嘅啫嚇。但係當時我諗都成兩年前見到佢啦。咁佢嚟到嘅時候，我哋好緊張，點樣可以令到佢好啲啦？係咪？哇！其實佢好痛，即係其實你知道佢係好痛，但係佢點樣都要堅持自己坐喺度，堅持自己食完呢個 T 恤。咁我就再同佢傾下偈啊，咁鼓勵下佢，擁抱下佢啊，咁樣。咁我覺得嗰種感覺係好難言喻嘅。都有啲酸，但係我要講翻啲好實際嘅。呢套設計咧，真係服女性。你咁身材好嘅女性睇住 T
即係身材好似阿 Cat 咁軟骨啊，咁唔會有肚腩嘅女性坐喺度食嘅。如果大家咧覺得自己咧係比較健碩啲咧，建議都係坐翻出邊台嘅會好啲嘅，因為呢度咧我睇到蔡神已經開始變翻日本人啦。嗯，因為其實我而家頭先同阿 Cat 到而家係坐咗兩個鐘噶啦。係啊，嗱呢啲要食下喎。我要試下，我唔客氣，唔客氣。係啊，唔好客氣啊。咦，其實係一定係兩份嘅，即係唔會話可以做三份嘅，可以做三份。唔係，即係你可以話喂食完之後，即係唔會話你試呢個啦，我試呢個啦咁樣，唔係嘅。即係唔係㗎，有啲情況係㗎，睇下每一個 T 恤設計唔一樣咯。哦，呢個就我唔客氣啦，咁我試下呢個。北海道的帶子有沒有去北海道的感覺先，不如我們不要讓人看著我吃東西，先休息一會。